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分享佛法之前呢，请大家发出你们的慈悲心，分享。在我们还没有分享佛法之前到你们的个人面子书主页，也望分享到其他的 水水站。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时候呢，会有更多一些人呢，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当我们爱在按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佛法呢，传到尤其是郊外或者是乡村。我们也希望说，住在郊外或者是乡村的那些人呢，也是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听闻到佛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地方，郊外或者是乡村的地方呢，没有任何的道场或者是任何的出家人呢，在那边跟他们讲解佛法，所以我们呢就借用这个媒体的因缘呢，把这个佛法呢传到这个乡村或者是郊外。我们佛法能不能传到更远的地方？能不能传到乡村或者是郊外？那么就是要看我们呢有没有发出这个慈悲心、分享心、按分享到其他的群组，任何的群组。据我们所知，现在目前呢，不管是住在城市的人呢，还是住在郊外或者是乡村，大部分的人呢，现在他们的生活呢都是靠手机来过他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呢就借用这个的因缘，把这个佛法呢传给他们，希望说他们跟这个佛法呢，跟我们的三宝有缘分，然后呢，他们就有机会听闻到。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法呢传扬出去，分享出去，那么呢，佛法在这个世间呢，就会有更少的人呢去了解。所以大家的分享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佛教徒人口呢，是否能继续的增加？这个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把佛法分享出来。按分享呢，也不需要花我们的任何一分的金钱，只是动一动我们的手指，我们就可以把佛法分享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是住在国外的，我们如果希望说他们也是在国外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呢，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佛法分享到他们的 面子书主页，除了中国除了中国，面子书呢就不能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就不能用这个面子书，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佛法呢分享到住在中国的人民。我们也一边在等这些其他的佛友进来，那我们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在等，那我们就一边在等，一边在按分享。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准备了。我们先开始要礼敬三宝，诵念三皈五戒。我们来享三宝，祈求宽恕。好，现在我们来准备。
我们现在来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礼敬三宝、三皈依和五戒。好，我们现在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阿罗汉萨玛萨婆多巴伽瓦波达巴伽瓦达阿毗瓦帝蜜，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上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伽多巴伽瓦达达摩达玛那玛萨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科桑卡那玛咪，圣且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声众，我今起手礼圣且，礼敬一拜。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南无阿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萨，摩当萨拉南格查弥。达曼萨拉南格查弥，桑康萨拉南格查弥，努帝扬毗布当萨拉南格查弥，努帝扬毗达曼萨拉南格查弥，努帝扬毗桑康萨拉南格查弥。达帝扬毗布当萨拉南格查弥，达帝扬毗达曼萨拉南格查弥，达帝扬毗桑康萨拉南格查弥。巴那帝巴达比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帝阿弥。阿迪那达那比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帝阿弥，伽弥苏弥查扎拉比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帝阿弥，摩萨瓦达比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帝阿弥。苏拉米拉加玛加巴玛达塔那，比拉玛尼悉卡巴达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加悉卡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加悉卡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加悉卡巴达尼萨玛帝阿弥，悉地那苏格丁延帝，悉地那婆伽三巴达，悉地那地波丁延帝，达斯玛悉拉比舍达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归因此境界，萨度萨度萨度。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向三宝祈求宽恕。伽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阿扎耶伽玛咪班迪。波利班牙塔塔嘎达，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全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
Ajayang kamami dhamma sanditika hakadika 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具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迦耶那瓦扎耶吉德那巴玛迪那玛雅嘎当阿扎耶卡玛米桑卡苏巴迪巴那哈诺达拉。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暂消除。礼敬一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诵念三宝功德随念经和泰国十方三宝护卫经。好，我们一起来诵念。伊迪比娑跋伽瓦阿拉含萨玛三菩提比迦迦那那三般那苏伽多罗伽比多阿耨达罗波罗萨达玛萨拉提萨他迪瓦玛诺萨南菩提跋伽瓦提。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记住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不但以为但亚瓦迪巴南萨拉南格查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依佛，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萨拉南含扬布陀弥萨拉南瓦朗伊迪那沙迦瓦吉那呼图弥扎亚曼嘎朗，与我并无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娑迦多帕伽瓦达达摩三地地哥哈迦地哥耶希巴西哥阿巴那依哥巴扎达维利达波弥诺希地，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失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他们也比当亚瓦迪巴南萨拉南格查弥，我誓愿生生世世皈法，直到体证涅槃。那提弥萨拉南含扬达摩弥萨拉南瓦朗伊迪那沙迦瓦吉那阿耨弥扎亚曼嘎朗，与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迪巴诺帕伽瓦多萨瓦嘎善可呼苏巴迪巴诺帕伽瓦多萨瓦嘎善可呀呀巴迪巴诺帕伽瓦多萨瓦嘎善可萨米吉巴迪巴诺帕伽瓦多萨瓦嘎善可亚迪达扎达里布里沙尤嘎尼阿塔布里沙布嘎拉黑萨帕伽瓦多萨瓦嘎善可哈乌内哟巴乌内哟达基内哟罕迦利嘎拉尼哟阿耨达拉布涅伽当罗伽萨帝。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已到，真正行道，真理行道，以即正当行道的。即十双八倍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以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
三甘一味丹呀，万里巴南沙的南个茶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之道，提证涅槃。那地米沙的南寒阳，三个米沙的南瓦当，一地那沙加瓦吉那。何德弥在呀曼嘎兰，以我并无其他归处，生起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布拉巴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布拉巴拉萨弥，布拉达弥当，布拉巴拉萨弥，布拉桑嘎南。卢卡卢卡巴亚维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阿嘎尼喇萨弥布拉布达古南阿嘎尼喇萨弥布拉达弥当阿嘎尼喇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弥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帕达南萨帕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达辛拉萨米布拉布达古南达辛拉萨米布拉达米当达辛喇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扬维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潘巴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呼拉帝喇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呼拉帝喇萨弥布拉达弥当，呼拉帝喇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维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巴塔南萨巴拉潘帕万杜米罗堪杜苏拉堪杜巴金喇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巴金喇萨弥布拉达弥当，巴金喇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亚维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巴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帕塔南萨帕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巴雅拉萨弥布拉布达古南巴雅拉萨弥布拉达弥当。巴雅拉萨弥布拉桑卡南卢卡卢卡巴扬维万扎耶萨巴托萨巴索萨巴罗萨帕派萨巴罗萨涅张来维万扎耶萨帕达南萨帕拉潘帕万杜米罗甘杜苏拉甘杜，
Bodong rasa mi prabeda gunang, bodong rasa mi prada metang, bodong rasa mi prasangka nang, duka duka penyam mi wanj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 jangrai. Vivañcaye sapatanan sapalapan Pavandu mirvakantu surakantu Isang rasamim prabhudagunang Isang rasamim pradametang Isang 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aru kapayang Vivañcaye sapato sapaso sapagro sapapai sapagro sanicangrai Vivañcaye sapatanang sapalapang Pavandu mirvakantu surakantu Padavirasamim prabhudagunam Padavirasamim pradametang Padavi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arukapayam Vivañcaye sapato sapaso sapagro sapapai sapagro sanicangrai Vivañcaye sapatanang sapalapan Pavandu mirvakantu surakantu Akarasamim prabhudagunang Akarasamim pradametang Akarasamim prasangkanang Dukarukapayang Vivañcaye sapato sapaso sapagro sapapai sapagro sanicangrai Vivañcaye sapatanang sapalapang Pavandu mirvakantu surakant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沙鲁沙鲁沙鲁无善生生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在此呢蛮得请求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面子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让更多的佛友呢法友得闻到正法也为自己的善业加分人听欢喜与赞叹感恩感得我们就希望说在这边呢大家可以动一动你们的可爱的小手慈悲的小手呢按分享尤其是到你们个人的面子书主页希望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呢有机会呢接触到佛法听闻到佛法按分享呢是一件善事哦，所以善事不怕多做除非我们是很吝啬吝啬的人呢不会按分享吝啬的人呢不会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很慷慨没有吝啬所以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尤其是佛法分享出去所以呢在这个世间上呢就有很多人呢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我相信在看我的直播有一些佛友呢就是因为有人按分享呢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按这个分享呢那么有很多人呢就没有这个机会呢听闻到佛法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打击之下很多人呢很多道场呢都没有对外开放所以要听闻佛法呢也是非常的困难
真很荣幸的，我们现在呢有这个面子书这个大荧幕，所以我们可以借用这样的因缘呢，把这个佛法分享出来。个人有个人的角色去扮演哦。好，在此呢，曼爹就该跟大家说声晚上好。曼爹在感恩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把你们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抽出来看曼爹这个直播佛法分享。但是曼爹自己本身呢，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佛友呢，还有时间去听闻佛法，还是很忙，我也不清楚。但是呢，我还是扮演我自己的角色，尽量把我所认识的佛法呢分享出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有机会听闻到。所以今晚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佛法呢，也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禅修这个善法哦。据我所知我所接触到的佛教哦，尤其是南传佛教，我所认识到的这种的佛教呢，都是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鼓励，我们必须要去实修这个禅修这个善法，因为只有我们再去做这样的善法，那么我们才有机会，才会有机会累积那个功德，而且这种的功德呢，它真的到最后呢，可以协助我们，引导我们呢。脱离生死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踏出第一步我们就没有机会，完全没有去累积这种的资粮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有机缘脱离这个生死轮回。今天我们所做的其他的善事，比如布施啊、持戒啊、孝顺啊，或者是念经啊、念佛号啊这些种种的世间的这些善事，它只是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人天福报只是给我们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只是给我们在未来世呢，我们可以在天界啊，或者是人道还是在异界里面去投生，然后呢这种的功德我们所累积的，可以协助我们呢，在我们的下一生呢给我们的生活上没有很大的障碍，很大的困难。但是呢，因为由于我们在未来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再继续的听闻到这个佛陀的教法，那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迷失掉，可能我们会接触到其他的宗教那么呢有一些其他宗教呢我们都知道，然后他完全没有教导我们去走上这个解脱道甚至呢有一些宗教呢他们呢还会把一些不对的行为当作是善行来做。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这样的因缘接触到那个宗教，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去分别那个动作、那个作为、那个做法是恶的，是恶行，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善行来做，那么呢我们就无形中给自己累积到这些恶业，那有了这种的恶业呢，那么呢我们就会还继续在这个恶道投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大致上一般的人我们都认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导人行善劝导人行恶。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的话呢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有些宗教的教法他叫我们去做的某一些动作，其实呢它是恶行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善事来做。而且呢因为为了某一个宗教的教法，所以我们只有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原来它那种是恶行。然后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接触到佛法呢，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一直做一直做，也无形中呢给自己累积的那些恶业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接触到佛法，所以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在累积恶业，然后呢死后他们去恶道投生，很多都不知道为什么去恶道投生的。真的在这个世间上我自己也是发现到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
做的那些行为是恶行，然后给自己带来了很不好的业，但是我们他们不知道。所以等到这个恶业一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也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这些不好的果报。哦，那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埋怨啦，埋怨这，埋怨那啊。哦，甚至有一些他们会改教啦，比如说，目前我也是有听到，哦，最近我也是有收到这样的信息，有一些佛友跟我分享，他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啦，哦，佛友啦 ，OK， 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接触佛教，哦，也是很会去道场布施。哦，也是会去啊、去布施啊，去道场做一些善事啊。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去研究佛法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生命之中，哦，他们遭遇到一些不幸了，哦，可能是他们的恶业成熟了。那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对这个啊佛教呢，对这个三宝呢，开始有退失信心的那种。机会了，所以很多呢，有一些他们就改教了，他们去信仰其他的宗教了，哦，所以有一些佛友他们会跟我分享，然后问师父啊，为什么会这样的？然后呢，我第一个问题我问回他，你的朋友平时的时候有听闻佛法吗？他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肯定是会改教啊。因为他根本都对佛陀的教法不了解嘛，所以大致上他们都以为说，哦，我来道场布施念念经，哦，这样罢了，只是在修福，他们只是在修福，但是他们没有修慧，所以听闻佛法就是在修慧，所以我们只是修福不修慧，哦，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修智慧，没有听闻佛法，没有深入研究经典，所以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每天的生活，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身口意行为，我们完全没有，完全不知道，很多都是错误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跟那些佛友说，如果你要知道、哦、那些行为、哦、是善还是恶，你先以你的五戒 来对照、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去用这个五戒来关照、哦、今天我有杀生吗？我有偷盗吗？我有邪淫吗？我有口德吗？我有喝酒，有用麻醉品来麻醉我的精神？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这个五戒来作为我们最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深入的去观察世间上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每一天每一日的他们的身口意行为呢、哦、都是在五戒范围罢了。哦、如果像我们佛教徒，我们了解这五戒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呢、哦、我们都不会犯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然后我们有口德，然后我们不会用麻醉品来麻醉我们的精神，所以这五种道德的行为，这是我们学佛者做人最基本的道德，我们必须要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间上很多人啊，他们会去造恶啊，他们会被捉，然后 被判去坐牢啊，都是以这个五戒，你拿五戒去对照，你看在去坐监牢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去坐监牢？他们犯了杀生、哦、他们犯了这条戒杀生，然后有些是犯了偷盗、打抢、抢劫，这些就是偷盗啊，然后呢，有些是犯了强奸案、乱伦案、哦、乱伦案，目前很多这样的案子发生在这个社会、啊、这个就是犯了第三条戒邪淫戒、哦、然后呢口德，没有口德骗人啊、哦、骂人啊、哦、这些都是犯了口德，然后到最后呢是用麻醉品、哦、来麻醉自己，然后呢又犯下了一些恶行、哦、这些都是五戒，犯了五戒，所以呢他们就被捉，被判坐牢，被判刑、哦、今天我们如果有遵守这五戒的话呢，很自然的我们就跟这个监牢、哦、没有因缘，我们不会进去监牢、哦、所以你看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些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关于到杀生啊，尤其杀生有一些宗教、哦、他们允许的，
除了不要杀人，哦，如果是杀动物的话，哦，杀有比如说啊，印度教，哦，印度教他们允许杀羊啊，哦，在佛陀时代，我们在经典里面也是看到很多，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哦，那时候的波罗门教就是现代的印度教呢，他们允许杀羊，哦，他们允许杀羊啊来祭拜他们的神明 ，OK。那么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信仰里面呢，啊，我们也是被允许杀鸡、杀鸭啊，哦，杀鱼呀、啊，啊，杀一些动物来祭拜神明，杀猪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华人的信仰，一般的信仰都被允许的。哦，那么还有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是被允许杀牛啊，哦，杀牛啊。我曾经在这个面子书，我看到在这个中东啊，中东，哦，他们可以被允许杀那个骆驼，啊，骆驼，哦，在中东有骆驼，所以他们那边的宗教可以允许他们杀骆驼，啊，有一些宗教它可以允许我们去杀一些动物的，但是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任何有生命的这些众生，完全我们要禁止去杀的，哦，不管是说。啊，什么因缘？哦，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必须要完全100%，哦，尽量去避免，不要去犯了这些这个杀生业。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杀生，哦，是跟我们国家法律没有关系的 ，OK， 跟国家法律没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些啊，杀一些动物啊，哦。你可以杀，要打蚊子，跟法律没有关系。你可以杀越多越好，你可以杀乌鸦，你可以杀鸟，你可以杀牛，啊，你可以杀羊，你可以杀猪，你可以杀鸡，你可以杀鸭，你可以杀鱼，啊，这些你这种的杀生跟我们国家法律没有关系，警察也不会捉你。但是佛陀所讲的是什么？这些跟我们的业力有关系，哦，他会这种的杀生呢，是一种恶行。所以这种恶行呢，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业，哦，那么呢，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呢，所以我们任何的有生命的众生，我们必须要停止去杀掉，去弄散它，啊，这个是佛陀的教法跟其他的宗教的，跟其他的宗教的教法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很荣幸的，我们这一生我们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呢，我们就避免到很多这些杀业。哦，我不知道你们呐、啊。自从我开始进入了佛门以后呢，我就开始停止所有的杀生，包括连蚊子、飞虫，我就完全就避免没有去杀掉。哦，所以只那一天我进入了佛门，我一开始就停止了杀生。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教法跟其他的教法不一样。其他的教法呢，哦，他没有禁止你们去杀生哦，杀生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偷盗可能说啊 ，OK， 偷盗跟很多宗教是不允许的，很多宗教也不允许的 ，OK。那么呢，放邪淫这条戒啊，有一些宗教可以，啊，有一些宗教可以的。所以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哦，啊，正淫就可以，哦，你要有这个性行为啊，你必须要如法的去结婚啊，合法的夫妻就可以。除了合法的夫妻的性生活被允许，那么呢，其他的就不允许了，其他的性行为，啊，就不允许。如果我们去跟，现在目前很多都是未婚先有性行为嘛，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还没有结婚就已经开始有了性行为。如果我们严格来说啦，如果我们严格遵守正宗的佛陀的教法来说啦。这也是犯了第三条戒。佛陀的正宗的原始的教法只是允许结了婚合法的夫妻性生活，除了这个，其他的一律都不被允许，一律都要我们去避免。所以呢，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因为有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啊，这种的戒律，所以很多就未婚就有了，还没有结婚就有了性行为，所以很多现在目前呢，很多都是未婚妈妈，甚至呢，现在因为呢这条戒很多人没有遵守，
所以很多人呢就犯了这个杀生业，哦，犯了第三条戒，到最后呢，他们怀孕了，怀孕了呢几个月、2个月、3个月，他们就开始去堕胎，就把它打掉。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你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这第三条戒，然后呢，我们就无意中呢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不要，因为还没有结婚呢，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就很丢脸，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堕胎。然后我们去堕胎，我们就开始又犯了第一条戒，所以很多人现在对这种的教理没有了解，所以很多犯了第三条戒，怀孕了堕胎又犯另外一条戒，哦，那么口德就不用讲了，第四条戒不用讲了，OK，第四条戒不用讲，很多人每天差不多每天在犯，OK，每天都在犯口德方面，那么喝酒呢？喝酒也是很多了，很多佛教徒也是哈、哦，也是。啊，当然了，他们不是拼，一般上呢，佛教徒呢都不去碰毒品，哦，都是有喝一杯呀、啊，喝2杯呀、啊，哦，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呢，现在我们在看这个世间上，哦，有一些宗教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我们本身的这些民间的信仰啊，拜神的啊，哦，喝酒可以被允许的，啊，喝酒就可以被允许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拜什么什么神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买酒去祭拜那尊神的，啊，你看这边我们就看到是佛陀的教法跟，我们所信仰的宗教完全是两回事，哦，因为在我们的佛陀教法里面呢，喝酒呢，它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哦，因为喝酒，所以会让我们会犯下其他的四条戒，我们会酒喝酒喝醉了，我们会犯下这个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强奸案啊。然后我们有些人喝酒了会，没有口德啊，哦，今天在这个面子书，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人开直播，一边喝酒，一边在乱讲话，在骂人，在吵架。今天如果你们一次有注意这个面子书哦，我们也是看到很多那些，哦，大人呐、啊，所谓的大人哈、哦，他们开着直播一直喝酒，喝醉了呢，他们就乱讲话，就跟人家吵架，乱骂粗话啊，很多现在在这个。面子书，所以你看他们不止喝酒，他们又借用这个面子书这个平台呢，来跟人家吵架，来跟人家搞对立，哦，所以他们又无形中又给自己造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业，啊，这个就是世间的人，哦，就是没有佛法的人，哦，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在我们的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我们会放下这些恶行。放下不好的行为，放下没有道德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不了解，所以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我们叫做愚痴，愚痴，所以呢，我们闻法呢，就是有协助到我们呢，增长我们的智慧，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哦，什么行为是善的，什么行为是恶的，而且呢，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也是给我们看到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去放下这些恶行。我们有愚痴，然后我们有贪心，然后我们有嗔心，哦，然后我们有很多种其他的污染的心，就是因为有这种的污染的心，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哦，我们被它控制了，然后我们就会放下这些身口意恶行，哦，所以从这佛陀的教法里面，我们才了解到为什么一个人，哦，为什么会放下这些恶行，一个人为什么会起恶，一个人为什么会起贪心。啊，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遇到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对不对？跟我们的亲人啊，跟我们丈夫啊，跟我们的儿女呀，哦，跟他们不和啊，或跟他们的他们时常跟我们搞对立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来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今天我们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结婚了很多10多年、20年、30年，也是每天都在吵吵闹闹啊，搞对立啊，哦，然后我们自己的儿女呀、啊，我们会把他生下来呀、啊，到最后啊，给他一切的生活的需要，把他养大了，那到最后他们是跟我们一直搞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污染性，他们还有污染性。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佛陀的教法没有了解的话呢，哦，我们就感觉哇，很辛苦哦，哇，这个儿女啊，白羊啊，起撩逼啊，
哦，就一直在埋怨啊，啊，埋怨啊，埋怨嫁错人啊，啊，埋怨娶错老婆啊，埋怨生错孩子啊，这些等等等等，都是我们不了解佛法。所以，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些，只要我们还继续在生死轮回的话，哦，我们不管是接触到谁，如果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凡夫、普通的人呢，我们永远不会跟他，哦，和和气气，活到老，活到死，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跟他搞对立，跟他冲突，哦，对方他自己本身他还是被污染的心控制，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呢，两个都没有修行的，两个对佛法都没有了解的，两个都被污染的心控制，所以两个就碰在一起咯，就起了火花，所以关系就分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今天你如果有遇到你的家里的人，哦，每天一直给你很烦啊，很痛苦啊。你没有得到好埋怨的，没有得到好埋怨的，哦，因为你养的，你生出来的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带着贪嗔痴而出生的，来做你的儿女。你今天嫁给一个丈夫，时常跟你吵吵闹闹，而你也没有得到埋怨的，因为你嫁给的不是圣者，你嫁给的是没有智慧，你嫁给是还是充满着污染的心。今天我娶到一个老婆，她每天跟我哦吵吵闹闹，哦。我也没有得到好埋怨的，因为我娶的都是一个一般的人，一般的女孩子，里面也是有很多贪嗔痴，里面也是有很多污染的心，所以要怎样啊？这个就是看我们个人有没有佛法，有没有修行。所以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怎么修，我们就可以面对，可以接受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这个禅修这么重要？这么重要，因为禅修呢，最少可以让我们呢的心产生定，先给我们的心产生定。所以，当我们的心产生定的时候，有定力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容易被外境再影响。所以我上个直播，好像应该是上个星期吧，我们每个人的污染的心会波动，我们会情绪化，我们会懊恼，我们会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来守住我们这个六根呐、啊。今天如果你没有看到一样东西你不喜欢的，你就没有烦恼啊，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的儿女、你的亲人，哦，做他你所不喜欢的，那你就没有烦恼啦，对不对？今天我比如说，今天你要你的儿女。哦，拿一个例子来说，哦，你今天你要你的儿子，读书，要你的儿子吃饭，如果他们乖乖，他们听话，那你就没有烦恼了咯。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是欢喜心。但是如果你的儿女不听话，他被污染性控制，哦，他不听你的话，你叫他读书，他不读，他继续玩他的 game。玩他的电子游戏，你叫他吃饭他不吃，他继续看电视机。哦，因为那时候他的心要这样的目标，那时候你的儿女要的是什么？就是要那个目标。所以现在你去反他，你去阻止他，那肯定没好事呀，肯定是不可以呀。换做我们对位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是今天我现在在看着电视机，然后呢，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儿女来叫我吃饭，不要看电视了，吃饭。那时候我不要吃，我还是要看。那时候呢，那时候他一直叫我，一直嘎叫我，一直给我很烦。那时候我就开始嗔心起了，开始嗔心起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开始被这个烦恼心控制了。那时候呢，我就要。跟他吵了，要跟他骂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就是看当时那个人他所要追求的目标，他的心要的目标，你有没有去障碍他，你有没有去阻止他？啊，如果我现在在看这电视机，所以你不管是谁，他没有来干扰我，
或者是说你也不管，比如说你是我太太，你不用管啊，他要看这些给他看，你没有干叫我，你没有干扰我，所以你也好过，我也好过，因为呢互相没有受干扰。但是如果刚好我要再追求那个目标的时候，任何人不管是谁来干扰我的话，那时候呢我的嗔心就来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呢，希望说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喜欢追求那个目标呢？比如说看戏，或者是听歌，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玩这个电脑游戏。因为当我们的心在追求那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个目标会给我们得到那个我们要的感受啊。就是因为那个目标我们现在追求的，所给我们要的那个感受，那个感受给我们的是什么？快乐。我们讲的不好，讲粗一点就是爽的感受，爽的感受。所以现在我得到这个感受的时候，你现在来阻止我，那是不是问题？所以啊，各位，我告诉你，做人真的是很苦的，做人真的是很苦的。我们是抱着好的心，我们要他吃饭，我们要他读书。但是他偏偏他跟我们唱反调，怎么办？这个就是看谁的修养好了。你如果你是修养好的话，你就没有问题哦。如果你的修养不好的话，你不是跟他吵。所以，我们今天进入的这个佛门，为什么我们要修禅？要修禅，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控制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去主宰对方，不管是谁，不管是谁，你的太太也好，你儿女也好，你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我告诉你啊，我母亲曾经有一阵子她生病了，过来我这边跟我同住。那时候呢，我知道，对她来说，她必须要提升她的善业，所以我要她听经啊，我要她布施，我要她持戒，我就是将最基本的这个佛法灌输给他，我希望说他可以遵守，但是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偏偏呢，我叫他做，他跟我唱反调，所以他就很烦哦，他就很烦哇，又要我持戒啊，又要我布施啊，尤其是讲到布施哦，对一般的人没有佛法的人哦，他们很难做到的，更加不用讲到哇听经啊，闻法啊，很难的。所以我一直在劝导他的时候，到最后他反感，他会反感，所以呢，变成说什么，变成说什么呢？你们的留言我不看哦，哦，太长或者是太短，如果跟我的讲的话题没有关系的，大致上你们的留言我一般上都不会回应的，OK？这是我的做法，所以你看呢，哦，我自己就是有很好的一个例子，OK？很好的一个子，包尤其是我自己的母亲，我们都知道嘛，布施很好啊，持戒很好啊，闻法很好啊，修禅很好啊，但是偏偏他就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一直在劝导他，在做这些善行的时候哦，他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会反感，他会反感，他就跟我唱反调，哦，甚至呢，他不要听闻佛法，他因为我母亲。很多东西他不知道他懂还是不懂，他说我不会开唱机呀，插头什么，我全部我弄好给他啊，我还教他怎样把 CD 放下去，然后怎么开怎么关，我全部教他。到最后他还跟我说他不懂，他不会，所以每次呢，我就是要去弄给他，要弄给他啊。到最后呢，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去开。去开那个唱机，然后把 CD 放下去，然后开声音给他啊，他才会，哦，会听，还会听，还会听啊。如果我没有去做那个工作给他，他根本都跟我说，我不会开机啊。他就一句话跟你讲，你又不能做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好心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心要他好，但是对方他的智慧呢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智慧去了解。现在我们叫你们去做这件善事是好的，他完全不懂。
所以变成说他不要去做了。所以很多时候现在我们一直开播，我们开佛法开示给大家去了解 OK， 这个就是一直跟你们讲，一直跟你们讲哦，给你们知道哦，你布施的利益是什么，你持戒的利益是什么哦，你坐禅的利益是什么，你闻法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很多善行我们一直跟你讲，我们一直跟你讲的利益，我们必须要把这种的法灌输在你的心里面，希望说有一天你的心能接受。所以当我们的心能接受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去做了。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智慧不够哦，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要重听，一直要听，一直要听听。所以如果你一直有听，一直有听的话呢，那么呢，听久了，哎，你就会，你的心开始接受。你的心一开始接受的时候呢，那么呢，你就会去自动的，你会去做那件善事了，听懂吗？所以尤其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讲到这个禅修这个方法呢，很多人哦。时常抱着一个观念说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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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啊。我们已经被这个不好的思想控制了。只要你说难，就什么都不用谈了咯。各位，我问你呀、啊，我们一出生呐、啊，做人呐、啊。有什么东西是容易的呢？有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学的呢？有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学的？我们一出生，我们就会了的呢？所以每次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很难？我们吃饭开始吃饭，我们也不懂，我们也是要学拿汤匙，我们也是要学的啊。穿衣啊，吃饭，连我们大小便开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大小便。也是很难呐、啊，穿鞋也是很难呐、啊。我们去读书也是很难呐、啊。有哪一件事是容易的？各位，有你问回我们自己，有哪一件事是容易的？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抱着一个字难，就不用修了咯。只是一句话，难修啊，修行难修，很多障碍，所以你这个善事你不用做了啦，修行不用做了咯，禅修不用做了咯，是不是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善事可以给我们得到什么果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们讲每一件善事它的果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先跟你们讲，给你们知道，你们做这件善事，你们得到的果报是什么？所以，当你的心接受了这种的观念，哦，我做这个善事，我得到这个果报。我跟你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跟我们说，我们修禅，我们得到解脱，它的果是什么？得到解脱。我们修禅，我们可以得到定，禅定。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开始要去做啊，我们必须要开始要去做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不可以放弃呀。那各位，我相信大家都会懂得驾车。我刚问我，你们大家都知道开始去学驾车的时候有多么困难，是不是？但今天你可以驾了哦，你可以驾全，你可以跑全马跑透透哦，自己一个人这边驾那边驾，你可以进城市，你可以进那些乡村。为什么你不说难？现在你会驾车的时候你不说难呢？但是当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学驾车的时候，是不是很难？所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弃啊，因为我们懂啊。如果我会驾车了，它的果是很好，我可以自由，我要去哪里就哪里，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不需要靠人家。但是
我们知道它的好处，然后我们就拼命啊，去拼命的去学，拼命的去学。我们也知道很多很多很多阻碍，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那个果。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说要解脱，我们要有产生，要得到定力，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以说难障碍，那你就不用修了吗？难道你说很难了，曼蒂？我跟佛陀讲，佛陀啊，很难呢，佛陀啊，很多障碍耶。那佛陀能做什么？如果是佛陀了，你跟他讲的话，难道佛陀说啊，不用紧啊，难是吗？啊，有很多障碍是吗？啊，你们不用修了，不用紧，不用紧，无问题，无问题，没问题啊，你就是哦，爽哦，听了哦，佛陀说不用修了，没问题了，哇，你就高兴了咯，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要这样？那你没有解脱啊？求佛陀帮我们解脱没？求佛陀帮我们灭掉我们的心中的烦恼没？不可能呐、啊，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修，去控制我们自己，去灭除我们自己的污染心。我时常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只言败，不言放弃。我们只能说失败，但是我们不能说放弃。你一放弃，你就完了。我们说：“哦哟，今天我不用紧，我失败了，我做不到半小时。哦，今天我做不到一小时，算我失败咯。失败啊！但是我失败了，我没有停止啊，我没有停止，我还是坚持，我还是看，我是安排时间，安排时间哦，我就继续，我再尝试。”我一有空，我就拿一些时间，我再尝试，再尝试，再尝试，慢慢慢慢，你就成功了，没有一步登天的，没有一步登天的。所以你不要，我最怕的是什么？那些人，那些信徒来跟我说：“师父啊，很难哦，坐禅修行很难哦，师父啊，曼蒂啊，修行有很多障碍。”我最怕人家跟我讲这句话的，就好像各位。就好像现在你饿，你肚子饿了，然后我把那食物放在桌上啦，放那，那就吃饭啦，那饭就在那边去吃啦，你要自己去吃吗？你必须要自己去吃饭，难道你要我？难道我要吃你饱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哦，因为我父母亲他生了很多很多儿女的，哦。我有很多兄弟哦，因为我父母亲不是富家子，他们也是比较穷的，所以他生了一大堆哦，他没有办法去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食物的，知道吗？他没有时间的，我父母亲我们小的时候他没有时间的，但是呢，我母亲呢虽然忙是忙，但是他还会准备很多食物，啊，煮饭的时间他就把食物煮好。哦，然后呢，他会多买面啊，泡面什么，放着饼干什么都有的。所以我在吃方面呢，可以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缺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饿的话呢，我们不可以去找父母亲说啊，妈妈啊，我很饿了，我现在要吃饭啊，我要吃饼干，我母亲只能跟我说，厨房有饭菜，你自己去拿来吃啊。厨房有饼干或者是有泡面，你自己去泡。啊，他只能叫我们去自己去做罢了，他不会说好不用紧来啊，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他去舀饭给我们，然后喂我们吃，然后去煮面给我们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父母亲的教育跟现代的父母亲的教育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亲的教育，哦，儿女不吃饭是吗？哇，又舀便便啦，煮便便，还拿到他前面，还要喂他吃，我再又丢，啊，我在面子吃，我看到，尤其是在中国那些。做儿子的、儿女的，他们都是独生女、独生子，宝贝的要命，哦，一边给他玩手机，一边给他吃饭的那种的，哦，现在的父母养儿女跟我们父母养儿女不一样的，所以我父母亲的教育，虽然看起来是很残忍哦，看起来是没有慈悲哦，但是那种的教育会让我们自己成长，
让我们自己会吃饭，让我们自己会洗碗，就是让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哦，他没有去帮我们的。我们小的时候，我父母亲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长大了，我自己现在可以煮饭，我可以洗衣，人生基本的东西我都可以做，我可以扫地，我可以抹地，什么我都可以做，洗碗什么都没有问题。这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母亲给我的那种教育就是这样，所以我长大了我就可以自立。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容易的，只是你要去坚持去做，你要去学习。只要如果一句难，一句有障碍，不用做了咯，什么都不用做了咯，那你的生死谁聊呢？哦，这个禅修这个上法你自己本身不去做啦，你的生死谁帮你聊？没有人帮你聊啦，所以你继续吧。如果你说难，是不是禅修很难，还很多障碍，这边痛那边痛，想睡觉很难，没有办法突破，你不用解脱了啦，不用紧的吗？反正生死轮回是你的嘛，啊，你不解脱也是你的嘛，又不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说难不是难，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等一下我再逼你，你又不要看我了，你就不要来见我了咯。很多安弟哦，我就是很不大敢逼他们做禅的啊，有我开课的时候他们不来了，所以我一讲安弟啊来做禅，哎呀不行啊，满地坎坷啊，讲了一大堆理由哦。他只要他第一次给我这样的回应哦，我已经不会再跟他讲安弟来做禅，没有了，我不讲了。如果我再讲下去哦，他连饭都不拿给我吃了。我们好心啊，我们是要他好，我们要他解脱，我们哦，因为这是佛陀鼓励我们要劝导人家去做这些，这是高尚的善行了嘛。高尚的善行就是禅修啊。所以他不要啊，他很多借口啊，那我们能做什么啊？不要紧啊，你啊，波斯也塞了啊，波斯应该 OK 了啊。你只有跟他讲啊，他爽哦，他听了他哇，满地讲啊，不要紧了啊，不用紧了啊，波斯修改 OK 了啊。但是他不知道哦，他不知道他的烦恼没有办法灭掉，他没有办法脱离生死轮回，他不知道。你要跟他讲这些道理的话，他就跟你说：“哎呀，曼蒂，未来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啦，啊，来生啊，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的啦。”哎呀，啊，他又找另外一个借口跟你讲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是笑笑咯，好像佛陀跟我们讲：“哎，有涅槃呢，有解脱，要不要去？”啊，那个地方没有生没有死的，啊，那个地方没有苦的，你要不要去啊？啊，你要不要去？我知道那个地方啊。啊，但是你要收本钱啊，你要去累积资本啊，啊，你要做什么啊？什么善事你要去做啊？佛陀就一五一十的跟我们讲啊，然后呢，我们要不要去做啊？就是看我们了咯。所以就是这样啦。所以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在这个禅修方面呢，你们是否哦还是很看重，还是很看重，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是有两种禅修咯，比巴山那跟萨玛达禅咯。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应该你是第一次来听还是第二次来听，我不知道了。所以你要看我的，你要了解我的佛法，你必须要每一个课你一定要来上的，你一直要追我的这个课的，哦，不然的话你一直在重复问我，我又重复回答同样的啊问题。其实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前几个波我一直讲的，哦，所以可能你没有听到我前几个波 ，OK， 所以你就会重问这个问题，那是正常的 ，OK， 所以呢，如果你们要真的要
解脱哦，我跟你说哦，如果你真的要解脱的话，你没有，你不能避免哦，不禅修的，OK？啊，如果你不要解脱的话，那就不用紧咯，啊，没有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的，哦，只是你自己要去面对这个生死轮回罢了嘛，哦，是你自己要去面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自己懂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就自己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去修修修修修修，我们自己修。啊，如果你不跟，哦，你不要要求，你不要祈求，不要要求，慢点，你不要走这么快，等我，我不等你了，对吗？等到你来，我的生死轮回跟你一起啊，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们知道这个佛法了，我们去修修修修，我们快点了，我们要走快，我们就快步的，我们就走了，要脱离生死了，我们走快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我的那个因缘条件，然后你不要留住我，啊，你不要留住我，啊，慢点，淡点，淡淡淡，慢点，紧张啊，我不等你的，我不管了。曾经我有一个佛友，他曾经叫满爹，满爹，你不要这么早去解脱的嘛，你不要这么早露面，知道吗？哇，老诶，我听了我都哇，有没有搞错？你叫我留下来继续陪着你在生死轮回里面打转呐、啊？啥的？如果我答应你，我是啥的？哦，我现在在修哇，你在享受人生呐、啊？哇，你在享受你的家业啊？哦，你在享受你的什么事业啊？我还要等你呀、啊，莫大 king 啊，有时候没有得到谈，你要走就跟着快点走，你不要走你就慢慢走，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解脱了，像佛陀这样，哦，他解脱了喽，留也留不住了喽，他也不等了喽，啊，他也不等了，所以他把他的教法留下来，你去自己去了解喽，你自己去了解喽。了解了，然后你自己去跟咯，啊，就是这样罢了嘛。他的责任做完了，哦，他就走了咯，他不管了。所以你在世间上，在这个生死轮回，你找不到佛陀了咯，他入灭了咯，他脱离生死轮回了咯。修了很多年，什么都修不到，你方法应该是错误了。不可能没有东西的，所以如果你修得对的话，你就会有真的，你发现你整个人会改变。我们修，我不知道你说修什么，OK？是不是修禅？如果你修禅修得对的话，OK？修得对哦，我跟你说，所以修得对哦，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这个脾气啊，脾气，你会看到它不一样了的，你会看到你的心没有这么多杂念了了，比较静了。所以你的污染的心呢，哦，你会发觉到它可以受你的控制了的，这个就是有东西呀、啊。你今天你说你没有修到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没有修到？你还是一样哇，贪嗔痴一样吗？跟以往一样吗？然后你的烦恼还是一样吗？你还是一样去追求世间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吗？你的脾气还是一样不好吗？还是一样的情绪化吗？啊，如果你还是一样的话，你跟普通人一样咯，跟那些没有佛法的人，跟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的一样，所以你真的是没有修到什么咯。那你对你的人生观你了解吗？你对你的人生的目标你要追求的你了解吗？你在善事方面你有提升吗？你一有空你会花时间去行善吗？去布施、去持戒、去进修、听闻佛法有吗？如果没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咯，完全跟普通的人一样，你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修到咯。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了解佛法，然后你有修，你会真的你会发觉到你自己真的有诶。我以前我会喜欢杀生，我现在不杀生。蚊子你还会打吗？
你还会打，你就没有进步咯。任何的有生命的众生，你还会伤害吗？五戒你有吗？五戒，你有吗？现在你会自然的去遵守吗？那人的心还是敞开了没有？大量的人没有慈悲了没有？那你脾气有没有减少？你的贪，是享受物质上的，享受六根有减吗？有没有减少？如果有减少，就是有东西呀。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修到这些东西，我们完全跟我们过去的完全不一样的。你就是说，完全跟你没有学佛，跟你学佛后，你要完全不是两个人的，完全是要变成两个人的。所以很多我这边的佛友，他们自己也是有跟我分享，他自己真的是有发觉到他的脾气，哎。进来好像说 OK 的哦，以前他很动不动他就很情绪化，动不动他就是很快就发脾气。进来他就 OK 的哦，然后他自己也是发觉到，哎，进来他的这个心哦没有，不会说哎想东想西很多杂想，不会的，感觉到他的心是比较平静的。这个就是东西呀，你修学佛法你要的是什么？修学佛法呢，最主要就是说要看到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是什么，看到你的丑陋的一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丑陋的一面。我们的丑陋的一面是什么？我们的不好的习气，我们不好的心，邪恶的心，吝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修禅，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真的可以发觉到。真的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些污染的心，我们的丑陋的一面，我们不好的一面。然后呢，我们又将佛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我们也会发觉到，哎，我告诉你，以前我是很吝啬的，我没有佛法的时候，我是很吝啬的，啊，很吝啬的，啊，我一分钱我都很少拿出来请人家啊喝咖啡的，很吝啬，很吝啬的一个人。连我父母亲我都很少给他钱用的，我非常是一个吝啬的人。然后自从我进入了佛门了以后，我了解了佛法，要布施，要行善，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慷慨的心、大量的心。所以现在呢，不管是谁，我看到人家需要，哎，我会自动我会去做这个善事了，我会去帮忙了。这个就是进步啊！这个就是我的善的心，我看到跟我以前是不同的一个人了。我父母亲也感觉以前我没有学佛的时候，他养到这个儿子很气的，很吝啬的。然后自从我进入了佛门以后啊，我都会给他们的钱，他们需要我都会帮忙啊。我不会说很吝啬了，在我的观念哇，这个是很好的东西。佛陀说哇。照顾父母，孝顺父母，然后呢，哦，父母的需要我们去帮忙。所以我就是因为有了佛法，在引导我，让我了解，所以我就把这个心提升起来。所以变成说我父母亲到最后他感觉到，喂，这个出家的儿子反而更好，给他感觉到，他这个儿子出了家学了佛，喂，更好，更会孝顺了，这个就是进步啊。这就不，因为以前没有佛法的时候，我们有的是什么？都是污染心在控制我们了啊。污染心是让我们是追求那个目标，是给我们自己享受的，清楚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有这污染心在控制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们只是想我们自己罢了。我们骂人也是为了自己给自己享受罢了，也是很自私的一个人来的。我们如果今天不。没有这样的自私的心啦，我们不会骂人的，我们有慈悲心，我们去帮人家，我们去协助人家，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心完全是不一样的了。这个就是学佛所得到的那个心态的改变，我们的善的心开始提升了。今天如果我没有修到这个慈悲心啊，修到这个智慧的心升起来。我看了，我直播我都不会开给你们的，我都不会开课，
我都被开始跟大家分享佛法，讲课给大家听，带动禅修班，带动这些捐血运动。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心，没有，我没有去培养起来这个慈悲心，这个善心，我倒不如我一个人静静的，我不会饿死的。各位，我告诉你，我们出家人在马来西亚，我不会饿死的。没有人来，没有人拿饭食来供养我们，我们不会饿死的。我们哪个一个波，我们走到巴萨，我们走到小贩中心，我们的食物都吃不完的，在马来西亚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的。啊，我吃没有问题的，什么都不要去，每天享受我的人生都可以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我的心。我那种要享受的心，不要去服务，不要去布施的心，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反而有的是要去做布施，要做好事的心，像开直播分享佛法，这个心已经在我的心中升起来了。所以我会安排时间开直播啊，与大家分享佛法。这个就是因为我有培养我的这个善的心，所以今天你们才有这个机会。看我的直播，听我分享佛法，这个就是进步。不然你要的是什么？各位，如果你说你进入了佛门，你要修到的是什么东西？你问问你自己，你要修到的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不知道，以为说我修行哦，我要得到什么？哇，发财啊，或者是我要看到。有光啊，或者是我要看到有佛像啊，或者是我要看到很多人来，每天都讲我好话啦，给我好听啊。你是不是学佛了以后，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呢？是不是你要这样的东西？很多人哦，他们来佛堂哦，他们就是希望说，我要人家赞叹我，哇，很哇好了咯，哇，sister，哇，你好了咯，哇，很努力在布施哦，很努力来顾三宝咯。你是不是要这样呢？你是不是你？今天进入佛门，你是不是要这样的心态？要人家一直赞叹你，一直要赞叹你。人家讲到你的话，你就这样挑咯，好像猴子丢马来粘这样咯，挑咯，是不是这样啊？各位，我告诉你，我们学佛真正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尤其是当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了解佛法，我们静坐了哦，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逆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被动摇，那个我才跟你说，那才是真功夫。你今天如果你说修禅，你完全没有被外境影响的，那个啦，我才说你好料。不然我们修禅来做什么？会飞，哦，扑起来，哇，好难掰，好难合掌，哇，好了咯，哇，入手这弦，哇，好了咯，可以飞哦，你是不是要这样？哎，人家骂你呢，人家诽谤你呢，没飞了咯，飞不起来了咯，开始生气了咯。那你学的东，你学的，你进入佛门，你修行是不是要得到这样的？要好的罢了啦，不好的不要啦。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法师，应该是越南的师父，他讲什么？他讲我们一个人真正有神通啊，不是说我们会飞啊，我们会钻地啊，不是那种弥勒个，我们他讲是弥勒个啦，我们讲是神通。我们真正修学佛法，不是因为要得到那些神通。我们要得到的那个神通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不被外境影响，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你我们可以平平稳稳、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走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早上到晚上，不管是遇到什么，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每天都。哦，这边去那边去，那就做这个做那个，每天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心没有被外境影响。然后明天也是一样啊，那个啦，他说才是叫做真正的弥勒个，英文讲弥勒个，他讲是弥勒个，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就好像圣者这样，就好像圣者。你看佛陀，
佛陀本身他修行，他也是跟我们也是活在这个世间，活在这个社会啊，他也是会面到种种的人啊，赞叹啊，种种的人啊，毁谤啊。你不要以为佛陀没有人毁谤哦，你不要以为没有哦，哦，他也是会遇到一些人啊，辱骂他，恶口骂他咯。哦，他也是遇到那些人赞叹他。但是对佛陀来说，这个是罢风来的。对他来说呢，赞叹与毁谤呢，对他来说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心保持无别感，舍心，平等心，那个才是真功夫。所以今天如果你修行了，你进入了这个佛门，你有修行的，然后你被外境影响了，那你的心没有这么波动了，没有说不像以前这么波动了，你没有你的情绪不被牵动了，那个就是你的修学佛法的进步啊，那才是我们进入这个佛门我们要的境界。就证明说你已经有那个本能那个功夫呢，控制你的心不被这个外境影响了。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佛门，我们走这个修行的道路，就是要修到这样的境界，那才叫做我们没有白学佛。我们不要进了这个佛门了以后呢，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这些所作所为跟其他的外人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你真的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了。啊，放下，对，放下世间上的东西，最重要是说你放下你对物质上的执着，你对人、对你的亲人、对你的朋友的执着，你还是以前哇一日不见如三秋的那种，那个就是没有修到什么喽。我们修学佛法修到最后啊，哦，一天没有见到也是 OK， 两天没有见到，像好像去年这样 MCO 开始，我有很多佛友他们都没有办法过来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整年的，他也没有出现，他有没有打电话问候我？没有，他们也没有问候一下，哇，这么多个月整年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来，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去打电话去问他，我就有就来，没有就算了。我的心不被感。有一些佛友，你还没有 MCO 的时候跟我是比较很黏的、很亲近的，差不多时常会有来的。MCO 一开始他完全消失了，一个电话也没有问候，但是对我来说也是 OK 的，我不会埋怨。又安装这个，又安装那个，佛友这么犟的，哇，一个电话都没有问，打过来问候一下的。也不管你的死活的啊，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心，我们也没有去追究，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这个安弟这样，我也没有去讲，这个我们没有去追求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懂得放下了，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放下，放下对某一个人的执着，对某一个人的怀念，我也没有去怀念他们，我也没有去想他们过去怎样怎样，没有。他们来就来，没有来也是这样，就是这样罢了啊。哇，你啊很苦啊，我的佛友这么多，每一个你都要去想啊，这个安弟是谁，为什么没有来，那个安弟为什么又没有来，那个安弟为什么又没有来，每天你在想说这个安弟为什么没来，那个安弟为什么没来，你修什么佛法，你的禅修修到哪里，你的心啊完全还执着这个安弟那个安弟，这个是学佛的人所要的吗？不是啊。我今天我看到我的心没有去想这些目标，没有，我完全放下，那我以后我要走就比较容易。你对某一样东西执着，你以后要走的时候你会辛苦，你放不下。像很多在家人这样出国的话哦，他就惨了。我看很多案例，以前跟我带团去朝圣，带团去尼泊尔，带团去不丹的时候，有些案例啊，哇，很辛苦啊！哇，每天都想做他的家里人啊，想做他的丈夫啊，想做他儿女啊。他的心没有出国，身肉体上出国，心没有出国，所以他出国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来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身体出国，内心没有出国，为什么？内心还执着马来西亚，执着他的亲人，执着他的家庭，所以他没有把他的心带出来，所以只是肉体这边走，这边看看哦，啊，一有空了他就坐在那边想了。以前我母亲跟我去朝圣的时候也是，我带过他去一次朝圣，你知道他每天都跟我说，哇，因为他很怀念，他很执着我最小的弟弟的吧，就是他的最小的儿子，所以他就是他说，哇，你的弟弟最小的弟弟现在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哦，哇，不知道怎样讲，他就每天就一直烦恼，他最小的儿子哦，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吃啊，还是有没有做工啊？他的心他没有带出来，他没有放下，他很苦，肉体上是出来，但是他的心没有出来，没有跟着他肉体出来，所以他就每天就活得比较苦了。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修行，我们出国就是出国，我们没有去想，心根本都没有想到，哎，马来西亚没有。今天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心完全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就时常讲，我们真正有修禅的人，我们懂得禅修的人呢，我们就是会主宰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心，活在当下，每一时刻都是活在当下罢了。所以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烦恼，你没有苦恼。所以你今天你说你修行。你有修到你的心，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活在当下吗？有吗？如果有，我就恭喜你呀、啊，就是你有修到东西了，这个就是你的境界。你可以修到你的心可以活在当下，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没有去想过去，没有想未来，没有想家庭，没有什么。你去到吉隆坡，你就在吉隆坡，该做的你就做，你不会去烦恼这个明天怎样怎样啊，讲一大堆在想，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可以修行，修到你的心可以活在当下，我可以告诉你，各位，你已经接近涅槃了，你已经接近脱离生死轮回了。因为你要脱离生死轮回哦，你要脱离这个苦海哦，你就是到最后，你就是全部要放下就对了的。什么东西你都不可以执着，一执着你就不能脱离生死轮回。只要还有一点的执着，你还是在生死轮回里面。所以你修行啊，我们的佛陀的教法，他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修到最后什么都要放下，不管那个人是谁。你看悉道德太子，哦，修到最后讲，他放下所有他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太太啊，他的父王啊。他的儿子啊，他的财产啊，他的王位，他的王权，全部他放下，他解脱了。他解脱啊，他就是放下所有的东西，修到最后，他放下所有世间的东西，不管是可爱不可爱的，不管是亲还是不亲的，一切你就是要放下。我们说妄言放下，你能修到妄言可以放下，你就解脱了，你就自在了，你去哪里都自在了。这个你要到修到阿罗汉的境界啦，但是最少我们哦，没有50%，也是最少要修到30%、40%啦。我们对世间上的东西，我们执着，以前很执着，我们现在好像减了。以前我喜欢吃榴莲，比如说，哇，以前我看到榴莲，我好像恶鬼看到食物这样的那种的心态，哇，看到榴莲我就忍不住了，我一定要吃了，哇，那种的心，你看。那个是执着的心来的嘛，贪心，一看到了，一触到罢了，哇，流口水哦，哇，没夹没夹，哇，鬼心准那种。你现在呢？哎，OK 的，有就是吃一点哦，没有就是我也没有去，有就有吃，没有就算了。现在我就是因为当时就是不懂得控制我这颗心去追求那个榴莲的这个目标。所以吃啦，一次吃啊，吃到最后得到糖尿病了，感染了咯，感染了啦，啊，没有去控制那个贪心去吃这个榴莲，啊，一有就吃，一有去吃咯，啊，吃到糖尿病来了，感染了，啊，现在看到榴莲不敢动了，又怕了，啊，又得到这个病又怕了，啊，就是这样啊，人就是这样衰哦，自己惹来咯。
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不会控制自己的心，自己去追求的时候，他的果报是什么？免费礼物给我咯，糖尿病咯，啊，感冒咯。所以现在看到榴莲都不大敢碰了，啊，就是这样哦。没有的话呢，完全不会放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人生，哦，我们对佛法了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告诉你啦，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啦。我们每一个人呐，没有遇到苦难，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想到说修行去做好事的，真的。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呢，对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我相信很多人呢，对这个生死轮回这个苦啦，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的。真正了解的人呢，他就会比较开始呢，他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修这个禅，修这个维巴桑那禅了。因为在我们的佛陀教法里面，只有这一条道路罢了。在我们的南传的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这个内观禅可以引导我们解脱罢了。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你必须要修这个内观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比较懂了这个道理。我呢，我自己也是了解了他的方法，所以我现在只有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如果我不了解这个生死轮回苦，我修这个善法来做什么？对啊，如果我感觉，好像一般上的人认为说生死轮回是苦的，哦，可以享受了，很快乐的一个地方。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们不用修了的，我们何必要修？不用修了的吗？一个地方你去的很快乐的地方，你还要离开吗？对不对？你还要离开吗？你不要离开啦。就是当我们知道啊，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多烦恼、很多苦恼，我们开始才有那个智慧说：“哎呦，这个地方不好了，我们要离开了。”所以，我们从佛法里面，通过我们自己的禅修，我们真的是真的去体验，我们人生真的是活在这个生死轮回，是真的是一个苦字来的。今天我们不能了解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直往内观。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去领悟到，我们有这具肉体的苦，我们有这个心的苦，我们有感受，我们完全不了解。所以，当我们不了解，我们有这个五蕴是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修行了。要修的时候，就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们得到病的时候咯，得到癌症啊，得到很严重的病症的时候。或者是要得到我们将要进入死亡的时候啊，我们才开始，哇，苦啊，苦啊，苦啊！那时你能修吗？在那个时候你可以修吗？不能了喽，各位来不及了喽，来不及了喽。所以临时抱佛脚呢，是很苦的。在我们南传的教法里面是没有临时抱佛脚，最后一刻哇苦了，我们才来修，没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他的佛教部派就有，他们就容易，哦，你念佛啊，念佛，一直念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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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所以靠念佛啊，有一些像北传的啊，或者是密宗的啊，靠僧号，靠念僧号，所以有时那些信徒哦，那些佛友他们在这个禅修方面，他们会遇到很多障碍啊，很多问题啊。我就劝他说：“OK 啊，你用念佛的方法，你用念佛方法入门啊，因为修一巴桑那禅的话，你就是一直要去注意很多东西的，你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的，所以你只有靠修止禅哦，靠修止禅就比较容易，你就是说什么你都不要去管，只是一心专注。”念佛佛号，一生专注在身后就可以了啊，这比较容易啦。对那些老安弟呀，啊，那些比较有年纪啊，这个法门是还适合他们啦。以现代的这个时代来说啦，哦，念佛法门呐是很适合老一辈的，老一辈的，
所以他们就这样啊，凉会啊，你跟他讲啊，凉会啊很好啊，可以让你的心清净啊，时候啊可以往生善道啊，你要跟他们讲，念佛真的是好，它是世间善法，但是你不要跟他讲解脱了咯，这种人呢、啊，他们不了解解脱的咯，你一跟他讲解脱的时候，他就说很难哦，他又开始跟你讲难，那个难字在你的心里卡住了。他就不要去做这件善事，所以你就跟他讲念佛咯，念佛咯，好好念，南帝，好好念最少那你这一生你我们不要说来生前，OK，这一生里面你会看到咯，你的烦恼会减少咯，你的痛苦会减少咯，人家骂你不用紧，你念佛而你对你不好，你念佛。你的心专注在佛号，什么东西你都把它忘，你就忘掉了的。你的心不会去抓那个目标，去抓那个目标。你的心在佛号，那你不是舒服一点哦，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你就是有时候你就是要跟他们讲，只有这样的方法解脱，暂时不能谈了。现在解脱跟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了。所以解脱这个法门哦，是比较难传出来，比较难。因为对在家人更难，所以就不讲。所以现在很多在泰国，他们也是讲，也是教那个止禅嘛。现在很多，尤其是有一个最出名的一个禅修法，在泰国就是教你们念佛陀佛陀佛陀不多不多不多，什么都是不多就对了，坐禅也不多，走路也不多，吃饭也不多，就是行住坐每天都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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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了。这个方法就好哦，就比较容易修哦，你不用想东想西。不用去烦恼，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真的可以产生你的定，那你的心呢可以产生定力，但是没有解脱，不能解脱，你还是继续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但是又怎样啊？解脱到你就不要修，所以唯一方法我们则引导你的就是说，修这个法门，来生保得住，你不会堕入恶道，先保得住来生。就 OK 了咯，对不对？保得住来生，未来生就不知道啦。最少先保得住来生，你们要就是这样声浪的叫法嘛，对吗？很多人就喜欢这样的容易修的这个方法，容易修的法门，解脱对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是永远摸不到的、达不到的一个境界来的。所以你只有教他们修这个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很容易修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认为你在修这个禅修这个法门，尤其是内观禅修法门，你认为很难的话呢，你就转修这个止禅，is OK 的，不用紧的，你修，用这个禅修法用这个念佛法门来修。如果你精进修，如果你努力一点，搞不好你几年后，你可以禅，你修到有定力了。OK，你通过这个禅修这个法门，来修你的心，让你的心产生定力先。OK，所以你要怎样知道你的心有产生定力呢？很容易的，我告诉你，因为你要生活的嘛，对不对？你要这边去那边去的嘛，所以你要这边去那边去你会遇到很多那些不好的因缘的嘛，对不对？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因缘的嘛，是吗？所以，当你遇到这些种种的因缘的时候呢，你去看你的心有没有被摇动咯？有没有被摇动？如果你的心有被摇动的话，就是还修不够咯，还修不够咯。如果你的心不被摇动了，OK，还是如如不动的，还是在佛号上，你还是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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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呀，也不错啦。如果你能修到这样，人家骂你，人家讲你。你还是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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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到儿女不吃饭，不多不多不多；看到儿子不做功课，不多不多不多。所以你就没有脾气哦，你就没有情绪化，因为你的心在不多不多不多嘛，所以你就不被外境影响了。所以儿女不吃饭不吃饭啦，饿是他自己嘛。像我母亲这样，以前我小的时候，那么叫不呀，没叫啦，给要啦，他这样直接跟我们讲的。我父母亲就是这样，如卖家，卖家啦，
你要不要吃啊？不要吃喽，饿死你自己哦！啊，他直接跟我们这样讲的，说我们饿了，我们乖乖自己去拿饭吃哦。哪有像现在的父母卖酱硬的鸡，硬的鸡，硬的鸡，不要不硬的鸡，硬的鸡啊！现在的我看很多这做父母亲的，对他的下一代，所以给他吃到胖胖坨坨脚哦，都没有带他运动，死哦，惨哦！所以很多我。很多 MCO 开始到现在，很多他的儿女全部大大只、胖胖的，几滴鸡啊，回鸡鸡回家，一买酱也鸡回家了，啊，如果你一直增长他的那个贪，增长他的那个口味，孩子还煮特别好料的嘞。现在的父母啊，哇，一直要儿女吃好料的，哇，自己不煮就买好料的肯德基啊、burger 啊，这些全部都是垃圾食物，所以很多现在你看吃到每个人胖胖的呀、啊。胖胖的，有时我去爬山的时候，我看他们带他的儿女，大大只胖胖的，哇，我看他要命啊！走爬山的时候，挂掉命，挨夜命，要他的命了，就是这样啊。这个他今天会这样这么虚弱，这么没健康，就是父母亲啦，一直灌输给他吃吃吃吃吃吃啦，他不饿他也给他吃啦，要煮好料的，买好料的，怕他饿嘛，啊，愈加愈肥咯，啊，到时候发什么病我就不知道了。哦，这样继续下去，很快那个糖尿病就来了，啊，高胆固醇又来了，全部都是这些病症会来了，所以现在很多的都不健康的。我爬山，我看很多年轻的嘞，10多岁罢了，不赖啊。哦，我还讲了，看他爬到脸发白啊，一点的健康都没有，就是这样哦，谁造成的？父母亲造成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不知道，他就是一直从小开始一直给我们增长我们的贪嗔痴，他没有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怎样去灭除贪嗔痴，所以这种的人现在的下一代为什么在未来会很难接受佛陀的教法？因为佛陀教法呢是跟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完全是两回事的，完全就是像我们哪次来说哇，我们如果要修行要解脱。我们要出家，出家你就是要节食了，你要午餐你就不能过后就不能吃了咯，过午不食了咯啊！这现在的人能吗？这现在年轻一代的可以吗？我们下一代可以吗？不可能啊，因为他吃惯了嘛。所以培养到这样的恶的习气的话，惨了，以后他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就很难了咯。我们不要说出家，叫他受一天的八戒，就是要他的半条命了咯。所以怎么修行，怎么去累积这些善业？你就不能叫他去坐禅的了。现在的坐的椅子全部舒舒服服的，你叫他坐在地上盘腿，那不可能的，很难的。所以现在的人生活方式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注意啦，OK，都是培养他们什么呢？增长他们的贪嗔痴。这是谁造成的？父母亲造成的。他未曾给他的下一代呢，怎样来吃苦，怎样去求生。怎样自立？没有，他不像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他教他们的教育方式是让我们自己去用脑去做事情，用脑自己去求生，用脑自己去找吃。啊，所以今天我就可以出来，自己可以生存，自己可以生活，自己可以找吃，都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教育影响到我们现在，所以呢，就是因为有我的背景是这样的教育，然后呢，我就接触到佛法，哇，啱晒咯，啱哦，跟佛法一模一样。佛陀的教法是说，要我们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去修，所有的善事，所有的修行，自己要本身下亲力亲为去做的，所以很适合我咯。所以我一听到佛陀的教法以后，我马上就领悟了，哇，这样的教法我一定要，所以我一直追追追，跟跟跟啊，跟到现在咯。哦，这是我的因缘，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不开始，哦，去了解怎样去把我们这些污染的心，尤其是我们的执着的心去控制它的话呢，各位，我告诉你啦，这个生死轮回呢，我们的生死轮回啦，是徒了其的，徒了其的。如果我们现在这一生，我们有机会啦。我们不想尽办法去把他的那个力量消减的话啦，
那么呢，我们来生我们还是带着这么强的这个污染性去投生的话，那一生呢也是问题的，也是问题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只是布施布施布施，很会布施布施布施，没有闻法，没有修禅。那么呢，他的果报是什么？以后得到有钱人了，可以做富翁了，好。但是因为心里面的污染心，他没有去把他的力量消减嘛，OK，没有把他力量消减。那么呢，他就带着很强大的这些污染的心去投生，因为他有布施，所以他去布施，他投生在有钱人的家里。但是呢，你认为他的生活好过吗？你认为他可以活得很幸福吗？不会，不会。你看今天，你去注意看今天，现在很多那些富有的人家的儿女、小孩子罢了，你去看他的污染性有多么强，小小罢了，他的贪心啊，他的我慢心啊，他的这个嗔心啊，他的那个吝啬心啊，有多么强，他那种尊重人的心，以前呢？以前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大人，OK，我们看到大人，我们都会叫安哥安弟。以前那我不知道你们那我小的时候呢，我们父母亲有这样的灌输，看到大人安哥安弟，我们会叫的。现在小孩子看到你也都不睬你，也不看你了。哦，你看那种我慢心哦，傲慢心有多强？所以这种的人呐、啊，各位，我告诉你啦，如果我们这种的傲慢心很强的话啦，我慢心很强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人缘很少的，真的人缘很少的，你不会遇到很多好人的。即使好人的话啦，你遇到了，他也不会接触到、接近你、approach 你的，真的，这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经验。今天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开始，把我们这个我慢心降服。我们先跟人家结一个好缘。哦，我们去到哪里，我看到不认识的话，我们叫一声 sister 也好啊，brother 也好啦、啊，安哥也好，安弟也好，我们先跟他结一个善缘。你不知道哦，今天我们遇到的那个人，可能他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贵人来的哦。所以你跟他结了好缘的话哦，他可能我们需要的时候，诶，他会帮我们咯，他会协助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我慢心啊，一个招呼都不打的哦，看我们都不看的哦，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看你没有贵人了，真的。我们今天不会有遇到这些贵人啊，这些好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太傲慢了，太污染了，以自我为中心，睬都不睬你这样的。所以你哪有好的善缘？那么如果你要做生意，你要出来社会找事的话，你怎样找事？你没有人缘。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找事的话，你不管你是做哪一行，包括我们出家人，我们也是要有好的人缘，要十方的人缘，所以我们生活比较好过。那你们在家人，你们做生意，你们也是要有很好的人缘，十方的人缘，那么你生意才有得到做嘛。现在人没有哦，没有生意了，他就开始埋怨了，埋怨疫情啊，埋怨政府啊，他没有埋怨他自己没有埋怨他的业不好，你知道吗？他自己很多人就是这样衰样的。哦，生活上遇到问题，生意上遇到问题，哦，没有生意，找事难，他不埋怨他自己的业的，他只有埋怨政府啊，埋怨讲啊，就一直埋怨外面的。如果他是有拜神的话，就埋怨他的神不灵了咯，把他神拿去丢掉也可以，改教咯，无灵诶，这个神也无波比外啊，他就开始埋怨这个神了，埋怨天公了，啊，他就转教咯。所以有些人他转教就是因为他一直埋怨他这个不能生意不能啊，什么什么不能，他没有埋怨他自己的业，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的。所以那些算命佬啊，那算命佬啊，风水师啊，这些他们就好生意咯，他们就好生意咯。所以这种的人很容易被人骗咯，很多人被人骗就是这样哦。因为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的生命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你的业在作怪吗？所以你就开始
开始埋怨外面的时候，刚好你遇到一个神棍哦，遇到一个骗子哦，遇到老千，遇到佛棍哦，他跟你说哦，你的现在你的运气不好咯，哦，你要讲讲改咯，哇，多少钱多少钱，你那时候你就慌了咯，哇，可以啊，你就会给他一笔钱咯，就给他去做一些法事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啦。所以做了好不好，我又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哦。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人，有问题了，生活上有问题，我就找神呐、啊，我时常跑神庙问神呐、啊，问神呐、啊，问神，什么就是问神呐、啊，神就教我怎样做，怎样做也是没有好啊，我怪这个神不灵，我又不去找其他的神呐、啊，大圣爷不灵，我去找关公啊，关公不灵，我不是找大不公，大不公不灵，我不是找佛祖喽，我有佛祖还有出现喽，那时候神庙里面还有佛祖啊，那个灰狗的哦。不了解吗？但是做到最后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善。然后呢，我进入了佛门，我了解，哎呀，这些都是我的业来的。我没有去做善，我没有行善，我没有修行，所以我没有善业。我没有善业，所以我了解了这个道理。哦，原来我们做人要修行，要做善事，所以我就开始做啊！我现在感觉，哎，我现在都没有去埋怨了。看到我的生命比较好过了，生活比较好过了，啊，我又可以顺顺利利的走我这个修行的道路。这个不是佛陀给我的，是我自己依教奉行，然后呢，我提升我的善业，所以我现在这条道路我就走得比较顺。我没有求佛陀，也求不到，我们知道求不到，所以只有自己一直修行修行，因为这是我们佛陀里面讲的嘛，佛法里面讲我们自己要去修。一直把我们这个善业提升，把我们的污染性消减、消减、消减，所以这个就是我得到的东西嘛。你说没有东西，你进入佛门，你没有东西，可能你的法、你修的法门修错了啦，你的方法修错了，所以你真正有修，你真的是有看到的，你真的有看到的哦。真的你会看到你的这个贪嗔痴啊，你的污染的性啊，它会减少的哦。它减少，它的力量减少喽，啊，不可能没有的。如果你真正修的对了那个方法啦，你真的自己体验到了，你真的可以自己感觉到你这些污染的心的力量呢，已经开始减了，它产生不了作用了，它还有，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哇，每一个人穿袈裟已经没有污染性了嘛。除非我们已经修到阿罗汉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修到阿罗汉呢，我们的污染的心还有，但是呢，它的那个力量呢，已经不能推动我们去造那个恶业了的。所以你骂我，我还是会生气的，啊，你跟我唱反调，我内心还是会生气的。但是呢，我的那个生气呢，不会爆发出来，我不会，我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跟你搞对立，骂回你的。没有的，不会有的。你骂我们就是不舒服罢了。我们是关注我们的心啊，知道了啊，不爽不爽不爽，就是这样关注我们的心，控制我们的心，啊，你怎么骂都没有问题的，你怎么骂都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好像当做是什么一只狗一直在吠我们罢了，啊，就好像我时常讲了吗？我们走在路上，突然间有一只狗会吠我们，那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就是看你的修养咯。如果你的修养好，你当做没有一回事啦。那我们有观弥巴沙那禅的时候，我们听到吼吼吼，我们观声音啦，我们观声音，我们看到诶，声音也是无常的，吼生灭，吼生灭，吼生灭，诶，啊，我们也可以观到哦。我们把他的那个因缘哦，那个声音哦，当这是一个禅修的目标来观，而我们观到哦，佛陀讲。声音是无常的，哎，我们了解哦，这个就是无常法。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无常法的时候，哦，我们没有去执着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有没有去起嗔心，去怪那去骂那只狗了？没有了，反而它制造那个声音，是给我们是什么呢？观那个声音，哎，也是无常的。所以这个就是瑜巴沙那禅的好处咯。很好用的，各位，如果你懂得那个方法哦，瑜巴沙那禅，如果你懂得修啦，你这个人呢，去到哪里都是很自在的，真的很自在的。
你有办法修道，我可以主宰你的心，不被那个境界影响。反而呢，你会把那个目标，你遇到的那个因缘，你遇到了，你如果用智慧去观它，你看到它，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变的，从那边你又看到无常法，你又看到生灭法，那个啦才是真正我们修学佛法要的。所以佛法在哪里找？在你的生活里面去找。解脱要在哪里找？解脱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去找。你了解这样的法，慢慢慢慢，你就会发觉到什么？轮回与涅槃只是一线之差罢了。你的苦跟不苦只是一线之差罢了。你懂得修，懂得控制你的心，你的苦就没有了。你不懂得修，不懂得控制你的心，你的苦就是延续下去。所以你就很苦咯，苦上加苦咯。所以我有注意到啦，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怎么修啦，真的是很可怜，真的很可怜。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这样哦，他们不懂得修哦，遇到境界的时候啊，他们就被那个污染性控制的时候，哇！我不是看他生气，我不是看到我生气，我是看到他很可怜，就好像我看到狗在吠我的时候，我看到他很可怜。他看到我就起嗔心了嘛，我眼畜嘛，眼畜嘛，这些众生不懂得怎么控制他的心，一看到他就要废呀，废呀，废呀，废呀。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嘛。我们相信，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了。他无缘无故，他就会在后面讲你，讲你，唱你，唱你。所以你要讲，你不是当狗吠啦。各位，我只是告诉你啦，如果你家里啊，你父母亲、你太太、你丈夫啊，哦，你的媳妇啊、你的家婆啊、你的不管是谁啦，你的家里人啦、跟你很亲的人啦，包括你朋友、包括你亲戚啦，哦，他在闹你呀、在唱你呀、你就当狗吠就对了啦。当狗吠，关声音，关在听到听到听到啊。英文讲就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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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hearing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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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又关这样啊，你就不输咯，所以你的脾气又不会爆发，你又不用跟他唱反调，你也好过，他也好过，是这样的，你没有一个地方你会找到平安的，没有一个地方你不会找到没有问题的。我们去树林啊，我们去爬山，我们住森林树林也是有问题的。没有人敢叫我们，但是谁敢叫我们？飞虫敢叫我们，天气敢叫我们，扰乱我们，蛇、山猪、猴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躲在树林就是好修行啊。很多人以为哇，这个满地哇，住在树林哇，是一定是好修行啊。我告诉你，如果他不懂得方法，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一样的。如果他不懂得这个方法来怎样修他的心啦，他住森林也没有跟我们住城市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不要看外表诶，各位，不要看外表，哇，这个满地住山林的嘞，住树山洞的，住坟墓的嘞，好修行啊，你要多接触他，你要接近他，你要看他，你要看他有埋怨吗？哇，这边安尼坐遐，哇，这边安尼坐棒。他一直跟你埋怨，哇，这边又肮脏，这个蚊子又来，猴子又来啊！你知道这个人就已经五行有限公司了。他就是被这些境界在影响他的心了，他的污染性起了。他看到哇，这些目标，他就开始不爽了，起嗔心了，埋怨了。猴子来偷他的东西，他开始埋怨了。哇，这老高啊，哇，来偷窃我的物件啊，他就开始，你看他的心污染吗？住树林的嘞，住坟墓的嘞，好修行吗？不好修行，他不懂得怎么修。外表是住在树林，但是心里面呢，心里面还是住在贪嗔痴里面，他内心还很多污染，这个还没有解脱，还没有解脱，所以不要看外表，你要接触那个人，不管他住哪里，住城市也好，住树林也好，住山洞也好，你要接触他。看他有埋怨嘛，看他有埋怨天气嘛，看他有埋怨这个，有埋怨那个嘛。如果他没有埋怨你啊，你就要注意哦，这个人修行很好了，所以你不要去惹他，你不要去得罪他了啊。这种的人呢，得罪不起的，
你得罪他，他的业就很重了。这种是真的有修行的，他完全不被这些外境的影响，这样的人啊，才是叫做真修行。在城市里面，我也是有遇到啊，哦，真的懂得修的时候，住在城市，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住在城市啊，你不要以为无修行哦，你不要把它当做是无修行的和尚咯。在佛陀时代，很多哦，那些住在城市的，包括在家人，都是一果二果的哦，住在城市的诶。哦，在佛陀时代，很多那些在家人，一果二果都是在家人来的嘞，他们也是有家庭的嘞。所以你不要以为哦，没有修行哦，这种人哦，所有的在家人没有修行哦，你不要以为没有一果二果在城市哦，没有一果二果是在家人哦，有很多哦，有很多哦。哦，如果他懂得修啊，他会成果，所以你不好惹他哦，惹不起哦。哦，这些真的有果位的人，修到有圣者境界的人哦，他们真的是不被外境影响的哦。你骂他，他也不会影响的。这个人你要小心哦。你讲他，你掺他，你讲弄他，他就是不会生气，他不会跟你搞对立的。哦，这种的人你要小心，你不要再继续哦。哦，你这种的人，你继续跟他再搞对立，再跟他唱反调，然后再害他，再破坏他哦，你这个业很重哦，你所累积的这个恶业是比较重，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的，所以我时常讲了咯，真正那些有修行的人惹不起，不好惹，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业，承担不起这个业，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修行好不好哦，他有没有境界。你就是要多接触他哦，你不要听哦，你不要听说哇某某出家人怎样怎样哇，他这是好像是阿罗汉哦，你听来你不要马上相信哦，你必须要接近他，你去看他哦，观察他，看他是真的是有料吗？有料的人他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哦，他不会动摇的。佛陀本身也是有讲吗？在不知道什么经我看到佛陀也是有讲，你们自己来观察我。我的所作所为，看我有没有把我讲的东西呢落实在生活中，有没有把我讲的这些善法有没有去做？啊，如果你真的观察到哇，佛陀讲的善法他有做，他没有起好不好的心，啊，这个就是真的，这个就是真的修行者，他就是真的很好的，有料的。啊，不要听哦，不要听哦。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它的特点就是说，你们可以来观察我们的，我们可以啊。但是如果一些人哦，他们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你来观察他，会骂你的哦，他会骂你的哦。啊，这种的人就不是真修行者。真修行者他不怕你来看他，不怕你来观察他的。哦，我们说真金不怕火炉是吗？是不是这样讲？真金不怕火炉啊！如果一个真的有修行的人，他不怕你来观察他的，你来看观察他，他欢迎你来看啊！所以不要听来啦，真正修行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不管你在哪里，树林也好，森林也好，城市也好，你懂得修，懂得把你的这个污染性去除，你就是真修行者，那个才是真的境界。我们今天入这个佛门，主要就是要达到那个境界。修到最后呢，就是说你的心是平等的，不被干。我们开始呢，我们要修慈悲。起步，我们先要把这个慈悲这个培养起来。慈悲起来了，你的慈悲心起来了，那么呢，接下去你就是会很，你的这个喜的心就开始来了。喜的心就是说，你看到人家。做好事啊，你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你会欢喜赞叹的。哦，你看你现在你这个喜的心有没有？巴利文叫做牟尼达，metta karuna 牟尼达。你现在看你这个牟尼达有没有修起来？你入佛门这么久了以后，你看看你这个牟尼达，这个喜的心有没有起来？这个喜的心是在讲什么呢？慈悲我不讲了，因为很多人都在讲慈悲，所以我 skip 它，我不再解释了。
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这个喜的心，就是牟尼大的心。牟尼大心的心，牟尼大的心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到不管是谁，他做善事，他做好事呢，你心欢喜，你心生兴起赞叹，你看到人家得到好处，OK，你会心生欢喜，你会随喜赞叹。在我们巴利文里面，我们就说沙路。你可以看到人家布施，你去看到人家做茶，你看到人家孝顺，总之你看到人家做好事呢，你会心生欢喜，你会赞叹他，你会随喜赞叹，这个叫做牟尼大的心。或者是你看到人家买屋子啊，人家今天哇赚多钱了，哇生意好起来啊，你会高兴的，你会随喜，你会赞叹的，看到人家得到好处，不管是世间法也好，还是出世间法也好，你会心生欢喜的赞叹他，那个喜的心，它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妒忌心。啊，妒忌心是什么呢？人家做好事，人家得到好处，你不会赞叹的，你反而会妒忌他。听懂吗？我看到一个男孩子骑到，哇，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啊！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你会妒忌他。啊。你会妒忌，看到人家有，看到你的朋友嫁给一个有钱人，哇，你会妒忌啊，这些就是反面哦，就是牟尼大的反面。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话，我们就是要培养到我们这个不好的心，这个是不好的心，妒忌心，消，把它压下来，然后提升的是什么？就是牟尼大的心。啊，如果你能哇看到谁谁谁哇看到。看到谁做好事得到好处，你杀戮杀戮杀戮。最重要的是什么？看到你最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的敌人、你的冤亲债主、你的小人，包括你的小人，看到他中马票喽，发大财喽，他得到很多好处喽，做生意赚大钱喽，或者是看到他哦，他升级了喽，你的同事有可能是小人啦。是你的小人啦、啊，但是你看到他哦，他超越你喽，哦，他的薪水加了喽啊，你会起欢喜心吗？啊，这个就是真功夫啦！我看很多人做不到的，喂，自己的冤亲债主嘞，我的小人呢，那也可以给他好，对不对？我跟你讲啦，我帮这个法会的时候哦，我有鼓励那些信徒说，你们不是，你们回向给那冤亲债主，哦，你们写。这回向冤亲债主，有些佛友，他问为什么我要给他？他对我这么不好，他是我的仇人，我为什么要给他好？啊，这个就是无修为人了，没有修行的人咯，啊，对佛法没有了解的咯，啊，他看到他的敌人，他的不爽的人，他不要给他好的，啊，这个是普通人的心呐，凡夫的心，污染的心咯。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了解的这种人，如果你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心态，对他，他得到好处，你会心生欢喜，你会随喜赞叹。各位，我告诉你啦，你这个佛门没有白入，你这个佛啦，这个佛学没有白学，你真的进步到那个境界哦，哇，开玩笑啊，看到自己的敌人呢。得到好处你会高兴啊？有多少个人做到哦？做不到的嘞，除非你真的修行到很，你看那、啊，所以这个就是境界。所以你要修学佛法，就是要修到这些心起来，不然你要学到什么？问我，告诉我你要学到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要提升我们这些善的心，你要学佛，谁来做么？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吗？修学佛法修到最后呢，所有的污染心一完全减到零，完全零，没有一点的恶的心，然后你的善的心圆满，圆满100分，你就解脱了咯。你就解脱了啦，你的善心圆满100分了吗？你没有什么可以修了的，已经修到圆满了，所以就无通修，不是解脱了啦。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一步一脚印的慢慢修，恶的心消减，善的心提升，
善的心提升，你的善业你就会多做，善业多做，你就修行越来越有，越来越顺利，越来越越来越进步。你的恶心不消解，你所做的都是恶了，所以你恶恶做的越多，你的修行，你的这些这个善事，你就比较少做。你的善事少做，你的修行少做，你就没有善业，没有善业呢，你的未来的生命在这个生死轮回还是一样的苦啊，又苦又苦又苦。OK， 这是我跟你们分享我所了解的话，就是这样罢了。所以你们要修禅，把这个恶的心消减，那么呢，你的善心就起来了。我们只有两个心嘛，恶跟善，看哪一个比较多了。所以我你不要跟我，你不要跟我讲你的学佛多久了，你不要跟我讲你的善，你的这个善啊，这个佛学知识，你的修行到哪里，我只要看你的每日生活，你做的一举一动，你的身口一行为，我就知道你的修行到哪里，你的佛学到哪里。真的我可以看得出的，如果你真的修学到你的这个修行真的很好了，你真的把你的这个善的心提升了，你的善事会做的很多了，真的，我看很多，我这边的佛友也是，他们真的有一些修得很好的，他的善事做，一直做，一直做的，他不会埋怨的，他做善事他不会埋怨的嘞，所以看你哦，我有几个佛友，他们做善事不埋怨，他只是这边做那边做的，所以这种的佛友真的是有修道咯，他真的有修到某一个境界，所以他才会这样咯。所以如果你善事还是很少做，偶尔做，就是证明说还不够啦，你修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所以你要努力咯，对吗？要努力，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要努力，所以你要多闻法，这是一种推动力，你们提升你们的这个善的心。 OK， 所以时间讲又是一点，所以我就今天就讲到这边。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愿跟回向。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发愿文跟回向文。伊达弥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卡亚瓦罕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弥悉拉玛嘎巴拉雅那萨巴扎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弥布娘利巴那萨巴扎哟诃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弥那布娘伽弥那玛比巴拉萨玛嘎波萨旦萨玛嘎波诃多，雅瓦利巴那巴迪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依于之人，常遇善之事，直到抵证涅槃。伊玛诺布涅巴冈萨巴萨达南迪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萨别萨达苏基昏都，愿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弥亚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涅达哟，伊达诺亚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涅达哟。伊达摩耶帝南呼都苏基达昏都耶达哟，伊达瓦达扎阿弥依三巴旦布涅三巴旦，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不耽多萨巴三巴帝悉提呀，以此获得及累积的功德，回向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愿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愿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沙嘟沙嘟沙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呀不丹不杰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呀达玛不杰米，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努达玛巴迪巴迪呀三堪不杰米，
礼敬圣贤，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努，达玛巴帝巴帝呀，玛达毗多难不揭弥。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努，达玛巴帝巴帝呀，阿迦利亚难不揭弥。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那接下来呢，曼迪来给你们一个祝福，希望你们可以接受到我的祝福。萨比迪奥维瓦詹多萨班鲁格维纳萨多玛迪帕瓦万达拉约苏基尼卡尤格帕瓦比瓦达纳西迪萨尼扎摩达巴扎伊诺扎达鲁达玛瓦丹迪阿尤万诺苏康巴拉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坎多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巴贝纳萨达舍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坎多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诺巴贝纳萨达舍提巴万多提巴瓦多萨巴曼嘎朗拉坎多萨巴迪瓦达萨巴三卡努巴维那萨达舍提巴万多提萨杜萨杜萨杜。好了，我在此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在我还没有说声晚安之前呢，我感恩大家今晚抽出你们的宝贵时间进来看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因为你们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让我还有这个心呢，继续还在会为你们开直播分享佛法。所以我就将我今晚这个弘法利生这个功德，我所累积到的与大家分享，用我这个功德呢，可以协助你们得到圣者的智慧，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好，大家晚安，我们下个直播再见。